上海的天啊，瞬时间就黑掉了。晚上一场大雨，下到我们下班，已经快洛阳了。下，外面风蛮大的。感觉马上要下下来了。嗯，马上要下了。你要这外面的风。哦，进楼了。好像已经下了。这个太大了，哇！这个雨下的一阵一阵的，全部是瓢泼大雨啊！你看对面的楼上，都是雨一下就像那个瓢，那个玩水桶的水碗下来一样，泥水压起来了。嗯，外面都昏掉了，天都。哦呦，这个风还起了很大的风呢。太恐怖了，这个雨！我怕你们啊！现在就我们就是眼光所见啊，外面的这个地方啊都看不到了，就像视频里面都是蒙起来了，外面全部都黑了。打开看一下，哦呦，这个雨下得密密麻麻的，看那个。上面飘的这个雨水，天都下昏了的感觉。就这个雨水滴到下面那个电动车上啊，引起了那个电动车的报警。道路上面都是一层水，看那个右下角那边道路上面都是一层水，这个很考验这个排水系统。打雷喽！驾驶注意啊！我们这边不知道哎，我们领导在调查，我们这一层是的。